Suddenly, unity and progress in China come to a halt as the dispossessed ex-warlord of Manchuria, Marshal Zheng Suliang, one-time drug addict, announces he has kidnapped Chiang Kai-shek. He demands that China declare war on Japan as the price of his prisoner's freedom. Negotiating for the Chinese government, an Australian, W.L. Donald, refuses these terms, lest China's new unity be destroyed overnight.1936年12月12日，西安事变惊爆中外。10天后，宋美龄飞往西安，与张学良和中共代表谈判，寻求和平解决。宋美龄在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它的作用可以归纳成三句话。第一句话就是稳住南京政局，第二句话呢是沟通宁善对话，第三句话呢就是亲赴西安救蒋。1927年，宋美龄和蒋介石结婚后，便伴随着夫婿继续北伐行动，与各地军阀作战。1928年6月，称霸东北的军阀张作霖被日本人炸死，他的儿子张学良继承了父业。张学良字汉卿，人称少帅，他在这年的12月宣誓效忠南京国民政府。蒋介石名义上统一了全中国，但实际上还必须面对着共产党的挑战以及日本军国主义的威胁。1931年发生918事变，日本侵略东北，东三省沦陷，日本侵华行动越演越烈，中国人民反日情绪高涨，示威活动不断，要求早日对日本宣战。但是蒋介石坚持攘外必先安内，抗日之前应该先铲除国内的共产党势力。1935年的秋天，蒋介石设立了西北剿匪总司令部，自己担任总司令，任命张学良为副总司令，负责中国西北的剿共任务。张学良率领了东北军驻扎西安，他们和共军作战几次失利之后士气受损，加上难忘东北家乡沦陷的耻辱，反日情绪激昂，急着要抗日复仇。同时共产党也主动和东北军接近，要求化敌为友，以致对外抗日。张学良对于蒋介石剿共先于抗日的策略产生了强烈的质疑。我跟介公讲，就是我们好像就是剿共，我也不主张剿，我不装剿洋，我并不是说同情共产党，不光是我是剿共，也中国人，咱们打什么呢？不，共产党我们可以谈吗？1936年4月，张学良和中共代表周恩来秘密会晤，双方决定联蒋抗日。张学良屡次劝谏蒋介石改变政策，没有得到采纳。这年12月，蒋介石赴西安召开军事会议时，张学良和西北军首领杨虎城商量决定联手发动兵变，迫使蒋介石停止剿共，转为积极抗日。位于临潼华清池的五间厅是蒋介石的行馆。1936年12月12日的清晨，西安事变在这里爆发。蒋介石在睡梦中被枪声惊醒，从窗口逃脱。五间厅如今还维持了当时的摆设，墙壁和门窗上的弹痕仍然清晰可见。蒋介石仓皇逃跑上骊山，躲在一块巨石下的山夹缝里，今天这里成了一处热门景点。国民党当初在这儿盖了一座纪念亭，
命名为民族复兴亭，后来中共改名为桌讲亭，如今又改为意义比较中性的兵谏亭，显示国共双方对这段历史截然不同的观点。蒋介石被俘之后，先软禁在西安事变的总指挥部新城黄楼，张学良和杨虎城公开呼吁改组南京政府，停止内战，召开救国会议。蒋委员长被劫持的消息震惊全中国，对宋美龄更是犹如晴天霹雳。国民政府中有一派主张轰炸西安，用武力讨伐张学良和杨虎城，但宋美龄和家族成员则认为这种做法极可能会牺牲蒋介石，并且严重影响中国政局的安定，主张以和平方式解决。因为这个先事变一发生以后呢，这个南京非常混乱，当宋美龄还在上海呢，啊，那么马上他就这个赶回南京，这个两派意见非常强烈，所以宋美龄就是从他特殊的身份就排除了各种这个当时要什么轰炸西安啊什么这样子的一种错误的做法，可以讲是把南京整个局面稳住了。宋美龄先请宋子文以及曾经担任张学良顾问的澳洲籍人士端纳前去西安斡旋，并且携带了他的亲笔信函给蒋介石和张学良。接着宋美龄不顾众人劝阻，决定在端纳和宋子文的陪同下亲自前往西安营救蒋介石。蒋夫人到西安的时候，这个因为了解西安情势的复杂，所以他也这个把一支手枪的这个拜托端纳，交给端纳，就是说这个如果在必要的状况之下，希望这个等于是为国殉身的意思了。这个当然，这件事情可以看出说这个斡旋西安事变或者调解西安事变是非常复杂而不简单而且冒险的事情。12月22日，蒋介石见到了妻子，惊讶万分，不禁悲从中来。那天早晨他读圣经，正巧读到耶和华要做一件新事，即以女子护卫男子也的经句，想不到妻子真的赶来援救他。2003年首度公开的蒋介石西安事变日记记载了这一段。宋美龄到了西安以后呢，几方面的工作比较明显的，一方面就是她必须要把她的丈夫，也就当时的这个领袖嘛，把蒋介石的这个稳住，使她相信整个局面是能够很好解决的。这个我们都可以理解的，因为蒋介石已经是跟你软禁起来了，所以呢，只有他的话呢，当时蒋先生比较相信。这是他第一个要做的工作。第二个工作呢，他必须把当时情绪比较激昂的就张学良同杨虎城他们的情绪能够稳住。第三方面呢，他还要动中共，因为中共已经派了周恩来，他们已经从延安到了西安了，那么如何做中共的工作，使中共也能够采取比较缓和的态度来解决这样一个事变。西安市金家巷的张学良公馆是张学良当年居住和办公的地方，在这二楼的客厅里，宋美龄和宋子文代表蒋介石与张学良、杨虎城以及中共代表举行了关键的三方会谈，扭转了西安事变的发展。现今这里设置了西安事变纪念馆，馆里的文物见证着西安事变的始末。宋美龄为蒋介石带来的家乡口味梅干菜就装在这个铁罐子里。
过去国共斗争时期，中共对于宋美龄在西安事变中的角色经常隐而不提，国民党方面也避讳谈论宋美龄、蒋介石与周恩来的接触谈判。随着时代转移，史料开放，宋美龄在西安事变里的真实角色逐渐清晰起来。张学良向蒋提出的各种条件，蒋都是采取的一个坚决的拒绝的态度，几乎没有任何可以商量的余地。但是宋美龄一到西安以后，蒋就表示可以改组国民政府，可以改组国民党，那么也可以停止剿共，共同抗日。蒋介石的西安事变日记也记录了这一段谈判的经过。蒋原来是不见周恩来的，蒋把和周恩来谈判的任务交给了宋子文和宋美龄。蒋之所以最后见了周恩来，而且见了两次，那么这个是先是由宋美龄引荐的结果。宋美龄以柔克刚的女性魅力，让态度紧绷的张学良缓和了下来。张学良他发动西安事变的最主要的理由就是反对内战，不要对外抗日，对不对？可是他本来是为了反对内战，结果如果是把蒋公扣到了、扣住了，这边中央军这个要进兵，那不又制造了一个另外一个更严重的一个内战吗？所以我想这一点呢，对张学良他毅然的反悔，愿意这个把蒋公送回来，这是这个蒋夫人到西安去一个最大的一个成就的作用。对张学良，这个宋美龄是摸得最清楚。这个张学良这种人是没有头脑的人，是个大少爷，吃软不吃硬。你跟他硬杠上了，老子就跟你杠上。保安大军都拉出来，几十万的生命都不在乎。可是你要是抚摸他，是不是？有女性的温柔，可以很容易把它克服。如果蒋中正他没有宋美龄的话，他西安事变他就脱不了。1936年的耶诞节，蒋介石终于获得释放，由张学良亲自护送，经由洛阳回到南京。这次事件让蒋介石的民间声望攀上了高点，好像是就圣诞节那个晚上到洛阳的，第二天才到南京，所以当天晚上他委员长还到了洛阳以后，这个是南京讲的是疯狂了，所有的这个照明弹，过去一种照明弹炮竹。所谓的南京全市的炮竹都那一直都放光了，所谓的炮兵照都仓库拿着照明弹呢，打的照明弹呢都打光了，所以这是一个在中国近代史上是一个很重要的一天。西安事变发生之前，国民党经过五年的安内行动，已经把中共赶到了中国西南山区。西安事变改变了蒋介石安内先于攘外的政策，给了共产党绝处逢生的机会，成了国民党与共产党势力消长的分水岭。因此，国民党谴责张学良，中共则推崇他为大功臣。尽管如此，双方对于宋美龄促成西安事变和平解决的关键角色则是一致认同。
宋美龄在西安事变的作用，我觉得可以用四个字来形容，就是力挽狂澜。张学良护送蒋介石回南京后，开始了长达半个世纪的软禁岁月。蒋介石故乡浙江奉化溪口雪窦山的中国旅行社招待所，环境隐秘清幽，是拘禁张学良的第一站。关于如何处置张学良，宋美龄与蒋介石的态度并不相同。蒋的日记里边有这样的记载，宋子文表示不应该把张关起来，而且蒋也表示了说宋美龄也是有同样的态度。我想这个原因啊，是和一个是两宋他们在西安的时候对于张学良对杨虎城有承诺，要保证既往不咎，所以两宋后来都觉得对不起张学良。张学良生前也亲口证实了宋美龄对他的维护。我的妹死完全是蒋夫人保护，那蒋先生要把我枪毙了。究竟当初宋美龄与张学良在西安谈判的内情如何，双方有哪些交换条件？张学良已经在2001年去世，这个历史谜团即便他身后公开的口述历史都没有提供解答。资深新闻记者陆坑曾在张学良生前问过他这个问题。我说你这个关于西安事变这个事情内幕，你为什么始终啊不愿意很坦率地把它讲出来？他不作声，他也不答这个问题。但是我就说了，我说这个根据我的观察，作为记者，这个是不是因为考虑蒋夫人的关系？为什么蒋夫人曾经公开的表态说是我们对不起汉卿？我因为蒋夫人既然这样表态，当然你有所感动，所以在这种情形之下呢，你呢在他蒋夫人有生之年呢，你就不愿意把这个真相说出来，造成蒋夫人的不愉快。我说你看我这个看法对不对？他也不说对什么对，我们俩坐在一起的，他就拿他的手就拍拍我的腿，这样当然是对的，就是我就判断他就是因为这个关系。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图书馆为张学良夫妇成立了一邸书斋，展出他们生前文物。这座码头钟是张学良晚年眼睛不好，宋美龄为他从美国带来的一盏台灯。图书馆收藏了100多封张学良和宋美龄的往来书信，彼此嘘寒问暖，互赠礼品，显示了两人跨越时空与政治恩怨的深远情谊。1937年7月7日，日本进攻卢沟桥，发动全面侵华战争。8月15日，蒋介石下达总动员令，对日抗战揭开了序幕。中国人民蓄积已久的抗日情绪终于集体爆发。这年年底，南京失陷，国民政府迁都重庆。时势创造人物，这场救亡图存的长期抗战，宋美龄成为中国历史上前所未有积极活跃的第一夫人。她卷起袖子投入抗敌的行列，激发人们奋起救国的热情。
中国空军创建于1932年，但是积少人乏，也没有实战经验。抗战之前，蒋介石夫妇巡视西北与华北，和共产党四处作战，又历经了西安事变，都让他们体会到掌握制空权的重要。1936年，宋美龄受命出任航空委员会秘书长，负责重建空军，一方面借重他的西方关系，另一方面因为购买飞机涉及大笔款项，蒋介石必须托付给他能够信赖的人。中国因为幅员大，这交通不容易，如果从长期中国的统一事业来看的话，空军是非常重要的一个该发展的一个方向，所以他对空军事业的推动一直是不遗余力的。1937年，美国退役飞行员陈纳德应宋美龄之邀来华协助建设空军，他和宋美龄第一次会面后，就在日记里写下了 She will always be a princess to me。 4年后，陈纳德筹组美国志愿队来华协助抗日，也就是中国人民所熟知的飞虎队，在对日战争中屡屡立下战功，宋美龄成了飞虎队成员口中的荣誉队长。陈纳德与蒋氏夫妇公司情谊都很密切，他的遗孀陈香梅记忆深刻。我跟陈纳德将军结婚的时候，那么陈纳德将军比我大30几岁嘛，是吧？那我也经过了很多困难才得到我的父母外祖父母允许。可是陈纳德将军他说还要到南京去请示蒋夫人，我说你结婚还要请示他吗？他说因为我们在中国，我也是朋友。他说，好像不愿意啊，好像使到他有什么误会啊什么。所以讲这个陈纳德将军还亲自到南京去请示，就把我这个背景啊都要给他讲清楚。后来蒋夫人他说他很暂时晓得我家的背景也是很好，所以呢，他有就送了很多厚礼来。那个时候我就觉得很惊奇，我说为什么你自己是美国人，你要结婚还要跟去请示蒋夫人。宋美龄向来有晕机的毛病，但自从参与重建空军之后，和飞机结下了深厚渊源，延聘外国顾问，采购飞机，照顾空军，慰问空军遗眷等等，被称为是中国空军之母。他一生最心爱的胸针就是中国空军的飞鹰徽章，即使出国访问时都经常佩戴着。1934年，为了改革国民生活习性和社会道德，宋美龄协助蒋介石发起了新生活运动，这是他第一次投入全国性的运动，四处奔走开会、演说、宣传，甚至引进了美国教会力量来参与活动。不过，这项社会运动的成效并不如他们的预期。新生活运动是改造生活跟精神，但是呢，你中国老百姓很穷、很贫穷，他没有饭吃，没有钱买一些生活必需品。物质生活很贫乏，经济不好。这样的话，你从这个精神跟生活精神思想上面来改造老百姓的话，会变成空谈。美国《时代周刊》的记者安娜丽·贾克贝，抗战时期到重庆采访，报道了一段与宋美龄的对话，颇具嘲讽意味。有一天，宋美龄请那个安娜丽·贾克贝在重庆一家这个西餐馆吃饭，吃完饭，这个宋美龄拿起这个骆驼牌香烟，他要抽烟，他问安娜丽贾克贝你抽不抽烟？安娜丽贾克贝说不好意思，因为他看到墙壁上贴了一张标语说请勿抽烟。标语里面还有一个句子是说，这个烟草种烟草的这个经费要省下来种田，要供应粮增加粮食生产。宋美龄就不客气，自己一个人抽。那个
他们聊天聊这个美国的文化，聊好莱坞的文化，聊美国电影明星，聊了一两个小时以后，安娜丽贾克贝忍不住隐隐大发，忍不住了，他要求他对宋美龄说，他说夫人，我是抽烟的，刚刚因为我看到墙壁上那张标语，我不好意思抽。那个宋美龄说，那个标语是写给老百姓看的。风景秀丽的庐山是蒋介石和宋美龄喜爱的避暑胜地，抗战时期在这里举办了许多党政军干部的训练活动。1938年5月，宋美龄在庐山图书馆召开了一项妇女谈话会，包括共产党在内的各党派妇女代表共聚一堂，共同抗日。这是宋美龄组训全国妇女的一次重要机会。抗战期间，宋美龄也投注许多心力动员妇女，从事烙军、救助伤患、缝制征衣、保育儿童以及募款等等活动。她也亲力亲为，实地地参与工作。投身于抗战这个事情本身，妇女呢，我想她自己的意识有所提高，有所觉醒，就是说我可以担当和男子同等重要的这个重要的这种责任啊，对妇女这个觉醒，我想是一个作用啊。那么这是一个方面，另一方面呢，我想通过她的宣传以及这个妇女的这个服务于抗战，也提高了就是外界对中国妇女的认识。连年战乱产生了大批流离失所的儿童，宋美龄特别关怀他们。1928年，她在南京创办了国民革命军彝族学校，抗战时期又设立了中国战时儿童保育会，在全国各地成立了50多所保育院，收容了3万多名难童。籍贯山西的严庆恒出身儿童保育院和国军彝族学校，当年用的这条棉絮垫被，随着他从大陆颠沛来到台湾，直到今天还铺在他的床上，纪念着那段烽火岁月。严庆恒知道，像他这样幸运的孩子并不多。中央政府所做的是很有限的啊，蒋夫人做的也还是有限。特别是彝族学校，一所学校，啊，像我山西省，我民国37年，啊，保送到彝族学校只有12个名额，山西省的这些军人、牺牲的赫子，啊，12家人而已啊，啊，那可以说这个，上千上万的都数不尽，极少数，啊，但是呢，我们想说，这对于大家啊，这许多有同样命运的这些家庭呢，最少是给他一个信念，就是说政府啊以及蒋夫人没有啊把这些人遗忘掉，还关心他们。照顾不到的是因为他能力呢啊受了许多的限制。这些战地遗孤直到后来70、80岁了，见到宋美龄还是喊她蒋妈妈。自己不曾生儿育女的宋美龄，对这些孩子也有着一种特殊的亲情。宋美龄和蒋介石婚后一直未曾生育。根据台北国史馆蒋介石的日记摘本《爱记》，宋美龄1929年曾经流产过一次。蒋介石也表示，希望上天能让妻子生育子女，弥补生平之不足。宋美龄与蒋介石在政治事业上相辅相成，个性作风却是南辕北辙，特别表现在他们与西方人士的相处上。1945年，美国的马歇尔将军来华调解国共内争，
曾经八次上庐山和蒋介石会谈。当时担任中央日报记者的陆坑，在山路上巧遇蒋介石与马歇尔夫妇一起去野餐，看出宋美龄与蒋介石的不同作风。夫人跟蒋先生一起约到这个马歇尔，跟这个马歇尔的夫人一起去这个野餐啊。那么蒋先生扶到马歇尔夫人呢，紧张得不得了，而这个蒋夫人扶到的马歇尔扶到蒋夫人，他们俩非常自信啊，而且说笑不停呢。一直到了那个野餐的地方了，蒋先生突然发了一句，我一生就通过他听到他这一句，过去也没通过。他怎么说？他说 ：“Darling， 我们在哪里 picnic？” 这个蒋介石这个人，我想是没有什么风趣的吧。可是美国人看，哎呀，你真是漂亮啊，什么意思？你看这个，成了就是她是他的公主啊什么，他就这方面，你看中国人，就比较保守啊。那么蒋夫人呢，她也是个女人嘛，她也希望有男人赞美她嘛，是吧？所以这方面呢，我相信抗战的时候，她也很喜欢那些这个军方的人啊，跟她做朋友，然后那些参议员啊。对他也很，我说很多崇拜，就赞美他啊什么，这个对他也是一种怎么补偿吧。抗战时期，宋家三姐妹联袂于重庆公开露面，在日军轰炸过后的断垣残壁中巡视，刻意显现出全民一致抗日的勇气和决心。事实上，中国近代政治的复杂与分裂已经影响到姐妹的情谊。1927年蒋介石成立南京政府，与亲共的武汉政府分立，思想左倾的宋庆龄与蒋介石越行越远，宋美龄和二姐之间也出现了裂痕。宋美龄始终和大姐宋霭龄、姐夫孔祥熙关系亲密，对他们的子女也视如己出。至于自视颇高的大哥宋子文，在外交和财经领域曾经引领一时风骚，和蒋介石的关系时远时近。孔祥熙出身山西富豪之家，宋子文则专长于金融理财。经由宋美龄的婚姻，他们成为蒋介石的连襟和七舅，政治财经事业如虎添翼。从1920年代到1940年代，孔祥熙和宋子文二人轮流掌握中国财政大权近20年，都担任过中央银行总裁、财政部长以及行政院院长。宋子文还曾出任过外交部部长以及广东省主席。孔祥熙和宋子文主持中国财政期间，推动了关税自主、币制改革、清理内外债、划分国家与地方财政收支等措施。一般人经常把1936年作为中国近代经济史一个衡量的标准，为什么如此呢？因为这个是中国近代经济史上发展最好的年头。也可以这么说，如果没有币制改革和孔祥熙和宋子文推行的一系列财政经济的改革，那么以后的8年抗战是无法坚持下来的。包括抗战初期向外国借款、向外国寻求援助等等方面，这个都是，我想这个是孔祥熙也好、宋子文也好，都做了大量的工作。这个我想大概这个历史是公正的，应该对他们这些对国家对民族的贡献应该是值得肯定的。孔宋家族成员在公职以及私德方面的表现备受舆论和学术界的瞩目，也连带影响了宋美龄的社会观感和历史评价，在近代史上留下了极富争议的一页。30年代基本上人们认为国民政府还是一个比较清廉的政府，可是为什么到了抗战的中后期，抗战打得那么艰苦，而中后期在抗战的大后方却出现了种种就是腐败的现象。你比如说这种时候呢，官员以权谋私，
啊，官商勾结啊，这个化公为私等等现象，和包括是美金公债的这种风潮啊、舞弊啊，出现了很多很多，引起了当时大后方的舆论的强烈不满。舆论压力导致孔祥熙于1944年年底下台，后来由宋子文出掌财经大权。抗战胜利后，国民政府在财政经济方面的许多措施，宋子文必须面对历史的检验。因为这个抗战中后期，中国的通货膨胀已经开始发生了，那么这个时候为了降低中国的减缓中国的通货膨胀，这个宋子文下令，就是说执行了两个很重要的法令，就是说开放黄金市场和开放外汇市场。但是开放外汇市场、开放黄金市场的一个后果呢，就是大量的进口商品涌入中国，套取外汇，大量的外汇流出。这个外汇流出流到什么地方了呢？流入了很多，都是流入到一些官僚、一些商人他们经营进出口商品的货币上。那么当然我们没有证据，就是说宋子文执行这个政策是为了他们的亲属啊、他们的这个子女啊或者是兄弟，为他们谋利，我没有这个证据说他在执行这个政策、推行政策的目的是为了，但是所造成的后果确实是这些他们的这些亲属在中间谋得了私利啊，也就是 C-47。长期担任蒋介石专机机长的伊富恩回忆当年与孔祥熙二女儿孔令伟的对话。战后了嘛，战后了以后呢，在上海嘛，我给他见面嘛，他就曾经问我，说你不要空军打仗完了，你不要到我这儿来好了。我说我不能来，因为那时候运兵啊，就是运兵的工作很繁忙啊。他我现在有好多这个公司啊，我有很多这个许可呀，可以进口很多东西的。我说你当然可以了，对不对？你我说这是我说他很特别的了，我没好意思讲特权了，我就没做这个事情。具有权贵背景的进口商行大量进口奢侈品，利用外汇在官价与市价上的巨大差额套取外汇赢得私利。原本为了解决通货膨胀而开放黄金市场，结果非但无效，反而造成各地资金纷纷抢购黄金，通货膨胀更加严重。国民参政会对此发出了强烈的抨击，知名学者傅斯年发表了这个样子的宋子文非走开不可的文章，引起了广泛回响。蒋介石下令财政部和经济部联合彻查案情，但财政部长于鸿钧拒绝向参政员透露调查结果。当时担任中央日报采访主任的陆坑在参政会旁听采访，对于鸿钧的态度极为不满，他透过管道从经济部官员那边取得了调查报告。1947年7月29日，国民党的南京中央日报披露了宋家的服装公司与孔家的洋子公司破坏进出口条例的消息，立即惊动四方，掀起了轩然大波。孔宋啊，利用政治权力，这个贪污了国家外汇。当时全中国只有5亿外汇的存底，孔宋两家搞了3亿3，你看讲，哎呀，实在太不像话了。蒋夫人在上海看到这个东西，她认为这个得了。蒋夫人她打电话来，直接骂蒋先生说阿死臭，阿死臭，阿死臭大概是上海话，哪了我搞不清楚，就丢人了，就现眼了，阿死臭。那么就说，什么自己的人会被自己的报纸来这种好像是攻击啊。事情闹大了，中央日报为了转换局面，于1947年7月31日登出了一则启事，
表示先前的报道漏列了小数点，三亿多元其实应该是300多万元。尽管如此，蒋介石仍然勒令手下彻查中央日报的消息来源，陆坑坚持不肯透露。于是蒋介石决定约见陆坑亲自问话。蒋在问我什么人告诉你的，非常严肃，没有第二句话。我说报告校长，因为我是政校出身，报告校长能不能允许我多说几句。不需要，什么人告诉你就说什么。我那个时候反正是唯一的机会了，也豁出去了，只有这个时间了，我就一口气讲了40分钟，就讲我怎么样的遇到参政会长，我怎么样思想上想这个事情，后来我怎么样做法，怎么样登出来，怎么样我们内部有不同的意见，那么现在这个情况。但我当时说了两个东西，也就是说我说了一句话呢，就是说也等于啊给这个老先生戴个高帽。我说只有这样做才能说明呢，国民党是不同流合污，蒋总裁是大公无私。我说了这等于说只要这样做，因为什么都是你的亲戚嘛。陆坑请求蒋介石给他处分，蒋介石表示不予处分，这事情才算落幕。1948年，国民党与共产党的战事节节败退，财经情势也江河之下。为了挽救财经危机与社会人心，这年8月，蒋介石成立了经济管制委员会，任命于鸿钧和蒋经国督导上海地区的经济。蒋经国率领了勘建大队，宣誓要整顿上海的金融和物价，展开打老虎行动。勘建大队在孔祥熙儿子孔令侃的扬子公司查到了许多民生物资的囤积品，下令查封该公司。目前历史学家认为应该批评的，就是宋，包括蒋在内，对于孔宋家族，特别是孔家，是持一种包庇的态度。那么，抗战胜利以后，蒋经国在上海打老虎，打来打去，最后打到了一个大老虎，就是孔令侃。蒋经国下了很大的决心，把孔令侃抓起来了，但是最后孔令侃还是释放了。那么这个释放的过程，首先就有宋美龄的干预，然后宋美龄又惊动了当时在北平的蒋介石。这时正是国共斗争的关键时刻，两党在东北战场打得难分难解。蒋介石亲自在北平督战，但是为了孔令侃的案子，蒋介石特地给上海市长吴国桢发了一通电报，就是告诉吴国桢，就说这个关于扬子建业公司是个民办公司，不允许监察委员去调查，是违法的，要告诉孔令侃，让他找律师，要叫他转告蒋经国，不要做这个事情。应该说，在国民党的这个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那么蒋介石在指挥前线的时候还发这个电报，那我想大概这个对他来说也是一个生死存亡的一个关键时刻。这件事情为什么？因为这个涉及到他们的家族啊，他们的这个整个的这个牵一发而动全身。后来吴国桢在口述回忆录中对于孔令侃这个案子有过评论，他说扬子建业公司一切都是在合法的情况之下进行的，你查他查不出什么问题，因为他们本身就是执法者，他们制定法律。你比如说要套取外汇需要外汇委员会的批准，而外汇委员会是他们的人，
你比如说进口外国商品要有外国的这个进口权，可是他们可以拿到额度，他们可以有优先进口权，种种。蒋经国是蒋介石原配毛福梅所生，与继母宋美龄之间原本就有一道鸿沟。他满腔热血在上海打老虎，却因为宋美龄的干预而草草收场，两人之间埋下了心结，甚至影响了两人日后在台湾的互动关系。孔宋家族成员政商两栖的身份颇引起舆论争议，宋美龄有她自己的看法。有一天我们就在一个小学里面就看了蒋夫人在那边，然后我们一窝蜂地跑进去就问她，那个时候宋子文当这个行政院长了，我说我像宋先他们这当行政院长了，还有这么还要这个经营这么多大的这个事业，这个难道不冲突吗？是吧？他就教育我们了，他说：“哎呀，你们这些年轻人不懂。他你看这美国的那些大官，哪个不都是原来都是企业家，这来转过来的？他这个企业大企业家来如果来做官，这是很普通的事情。”他说：“你们将来，有机会到国外去看看，你就晓得了。其实我们不懂，啊，人家美国他那都是要辞掉他那个职务才能做的，我们是还带到自己的那个职务就做。”宋美龄不爱这个国家，我相信也不应该这样说吧，这样说话真是没有根据的。可有个人爱法。对吧？那简直宋家必须要先稳定了。宋家不稳定，你国家怎么稳定？是不是？而且还有一点，你国家强大了，那我们宋家跑到门口去要饭，与我何异？是不是？那所以他必须要使他自己的家族强大。他自己的家族强大之后，这个国家才有意义。孔宋，特别是孔，最为人们所不满意的，就是一个是贪污，一个是腐败，一个是家族的裙带关系。应该说，他们的贪污和腐败，是国民政府在大陆失败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但是贪污和腐败现象不是他们一两个人的责任，这个是一个总体现象。对日浴血抗战八年，中国人民伤亡惨重，一场南京大屠杀估计就有30万人牺牲。1945年终于盼得了战争结束，但胜利的荣耀与欢庆没有持续太久，随即陷入了国共内战，经济崩溃和社会失序。国民政府收复了失土，却失去了民心，最后又将大片江山拱手让给了共产党。1949年4月23日，共军渡江入城，占领了南京总统府。国民政府的南京时代宣告终结。蒋介石已经在这一年的1月隐退，由副总统李宗仁代理总统职务。直到今天，蒋介石的办公室里日历仍然停留在共军占领总统府的这一天，室内的摆设仍然记录着主人昔日的辉煌。曾经同浴过这个办公室
以及全中国的蒋介石，终其一生都没有能够再回来。南京中山陵附近的小红山官邸是蒋介石和宋美龄最钟爱的别墅，民间称它为美龄宫，透露着女主人的神秘与富贵。女主人终究还是离开了，留下了老轿车默默地停住在岁月里。1948年11月，宋美龄前往美国，希望运用她曾经让美国朝野如痴如醉的魅力，为岌岌可危的蒋介石政权奔走求援。但是新任的杜鲁门总统对国民党政府的态度极为冷淡。1949年8月，美国发表了对华政策白皮书，将大陆失败的责任归于国民政府，撒手不顾蒋介石。1950年1月，英国正式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宋美龄离开美国前发表了沉痛的谈话。 With or without help, we shall fight. We are not defeated. Millions of my countrymen are yet dedicated to the long fight. As long as a breath remains in us, and with faith in the Almighty, we shall continue the struggle. Britain has bartered the soul of a nation for a few pieces of silver. I say, for shame to Britain. One day, these pieces of silver will bear interest in British blood, sweat and tears on the battleground of freedom. For that which is morally wrong can never be politically right. I wish to take this opportunity to thank the many friends who have sent me telegrams and have written me and telephoned me to express your sympathy and love for my country. I wish you all the luck in the world, and God bless you. Goodbye.宋美龄大概想不到1948年和蒋介石南京一别，夫妻俩在相会时已经是在陌生的台湾。蒋介石失去了大陆政权，宋美龄也失去了让她大显身手的舞台，她的人生将在一个岛屿上写下续集。